XJH5180TXQZ6 墙面清洗车是徐工环境结合道路交通状况、桥梁、隧道的具体现状研制开发的一款，用于公路隧道墙面和城市高架桥隔音屏清洁的专用车辆。产品采用单发驱动，节能环保，能够极大程度地提升工作效率，减少人工清洗 带来的安全隐患和交通拥堵现象，优选品质，质量保证，搭载两套多节折叠臂架，臂架伸展最大高度为 5.5 米，其中前刷最高清洗高度 6 米，后刷最高清洗高度 6.5 米，前后臂架可同时作业，且能够独立控制，实现墙面左侧、右侧与双侧配合清洗。 单个清洗滚刷2米宽，直径1米，作业范围宽，作业效率高，每小时清洗16000余平方米。超强洁净，高效作业，匹配独立的高压清洗与洗涤系统，实现高压冲洗加毛刷加洗涤剂加强的清洗效果。罐体容量为10立方米，水泵还可灵活调速。 即能够根据工况污染情况控制喷水量，匹配不同压力与流量需求，从而有效节约用水量。双刷同时作业状态下，单次加水能够连续清洗5公里长的隧道。两档变速，灵活方便。作业模式下，整车依靠液压行走控制系统驱动，实现低速稳定行驶。 行走系统采用高性能分动箱，行驶速度为0至8000米每小时，全速范围内无极可调，确保低速高效清洗。转场模式下，又可切换至底盘机械行走，快速实现车辆转场。配置丰富，功能集成，除适用于墙面、隔音屏及隧道清洗。 还配置高压喷杆和卷盘，具有洒水、下水道疏通等多项辅助功能，一车多用。操控简单，安全稳定。滚刷机构具有定距清洗功能，通过超声波感知滚刷架与墙面之间的距离，并反馈上桩控制系统进行自动避障。驾驶室内设置监控显示屏， 对作业状态实时监控，具有集成报警显示及故障诊断功能，方便操作人员及时掌握车辆状况，保证作业安全。全车智能化程度高，延伸产品控制系统神经末梢，配置智能多功能比例操控手柄，满足不同作业工况。